2019年4月27日21点14分，联合报记者张雨林及时报道，大福彩今晚最后一次开奖后走入历史，今天的中奖号码为18、24、20、35、8、31、6，特别号32。台彩预估头奖上看3.7亿元，若没有开出头奖，奖金将分给其他的奖项。大福彩今晚最后一次开奖，从此走入历史。图截自 YouTube 分享，莱斯布洛克阿兹会。